哎，婆姨，最近想要找 Sadia 帮过，很烦呢，好像全部都超出我的预算。我想要找出路方便、大间，然后治安环境又要好的，税后然后又可以福利 extend， 最好是 below 3 million。可是我不懂哪里找嘞。Actually， 我这里有一个好康，不到3 million， 只需2.5 million 就可以买到以上你所说的要求。真的咩？2.5 million 可以在 Sadia 买到 bungalow？我想要油自己喜欢的颜色，然后设计自己喜欢的 design， 这是我的 dream house 来的。然后我想要带我的家人一起住进去，换一个新的环境。真的啦，不到2.5 million， 地点就在 Sadia Alam 中心点，60×80，车库还有3-2次宽哦，而且还是你想要的 individual title， 你要怎样改就怎样改， fully extend 也不是问题。这个bungalow总共有多少间单位哦？治安和环境如何？这里一共有40间单位而已，治安方面也不需担心，因为这里有 gated and guarded， 还有24小时 CCTV， 每天都有巡逻员，让你一家大小住得安心。屋子距离 guard house 很靠近，不用开车一大圈才到 guard house， 让你省时省力。加上这里周围有绿色环境，傍晚可以和家人散散步、聊聊天，也非常安全。这bungalow有多少间房间哦？我想要和我的父母还有孩子一起住，每个人都需要自己的空间，我也想要设计属于自己的衣帽间还有工作室。那这个bungalow就非常适合你啦，一共有2个 layout 供你选择，有4+1房跟5+1房，帮你实现空间自由。好像很不错咧，这里出门买东西方便吗？走，带你去看。当然方便啦，这个bungalow就在 Sadia Alam 的中心点，开车5分钟便可到达 Sadia City Mall、Convention Center、各种商店、银行、油站等等，而且 Access Highway 也很简单哦，去苏邦、去 KL 都很方便。哇，这个bungalow可以自由装修，还有严密的保安系统，多空间出入又方便，真的非常符合我的要求哎。那这个星期六你方便带我去参观这个 bungalow 吗？相信镜头前面的你也在找着 Sadia Alam 的 bungalow， 赶紧点击以下链接跟我们预约参观 bungalow 吧。我是 Boy， 我是 Aijun， 我们是 Sadia Alam 专属房产顾问。除了帮你找到你的梦想家园，我们还可以帮你分析市场与贷款，解决你买家的烦恼。马上点击以下的链接，我们会尽快与你联系哦。